但是都不认得，你穿衣服啊，戴口罩，我不认识是哪个，因为他们的验证很好，帮我们当病人是吧？跟我写纸吧，洗衣服，买牛奶喝，我就要分来看一下，买纸就分来看一下，但是都。本身是一个人来就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事，然后他要背那些东西坐火车20多小时，一个这么对于这个老人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，然后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，除了惊讶就是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去感谢他，而不是让他感谢来我感谢我。最开始设计的时候是明年武汉在樱花在开放的时候，同样的月份4月份我要再去看它，但是朱大爷说现在就是已经很急迫的等待来见我们。就大爷你在你给他做操作的时候，就包括剪指甲这些，他就是就像刚才看见的一样，就是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，其实也不是想听谢谢，就是觉得他很理解你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就啊，他问我好不好啊，身体可恢复的怎么样啊，要我吃油啊，就是把血糖的查一下啊，看上血糖多少，如果要吃，经常还是能验个检查的，是不是？就这样，经常关心，经常关心。